陆翔，好巧啊，茫茫人海之中，我们居然是同一刻踏入了校门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:16，以你的身高，平均步行速度应该在1.5米每秒，步频为60。从这里走到你们班大概需要5分钟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，你再不走就迟到了。陆翔，茫茫人海之中，我们竟然同时选择在这个时间吃饭，好巧啊！脱发有时候可能会是一些疾病的前兆，建议及时就医。好巧啊，陆晓，茫茫人海之中，不巧，只有你一个女生会堵在男厕所门口。刚上完厕所，严重缺失水分，喝点水补补吧。一次性大量饮水会造成尿频尿急，我建议你少量多次。